小子，干嘛拦我？我辛苦扫干净的路是用来走的，不是让你飞的。我飞也碍不着你扫地，不是？喂，你听没听说过山上有个叫一峰山人的高手？我来是想和他比试比试。我师爷也没空。是怕了吧？怕你？切！既如此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嘿，拦我的路，后果会很严重哦。想上去，先陪我玩去吧。玩？玩什么？这个叫魔幻陀螺，师爷爷说了，我还小，不能动武，我们就来比试魔幻陀螺吧。你要是能赢，我就放你上去。哼，雕虫小技，就陪你玩玩。哼。哎。哎。呀。来吧，这边请。看好了，是这样玩的。哦，那我也来试试。嗯。有点意思。哦。哼。哼。嗯。哼，原来是把拳法融入进去。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风铃剑法的厉害。叫自信，看好了！啊，是炎神龙，就让啸龙金刚转一转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，1-0。你怎么赢的？不用告诉我，太有趣了，我自己琢磨。你把剑法融入进去，可是有形无实，陀螺虽然看似有力，实际上却是虚的。哼，还一套一套的，我偏不听，我自有破解之道。啊，小子，这回我可不让着你了。放心，我也不会让着你的。嘿，哈，哎。那你可看好了，这次对了。哼，嗯，8极拳，你会的还不少啊。多谢夸奖。哼，我可没夸你。笑剑士，2招之内，你必被我拿下。
一次厉害呀。你能坚持多久？赤炎神龙，上！看好了，动！什么？看招！嘿，让你见识下我的剑法！你居然想到用剑气来操控陀螺，聪明！剑气冲星斗，闻光射日红，我八年的风灵剑法可不是白练的，去看你怎么和我斗。区区剑气不足挂齿，大言不惭。赤炎神龙回来，看我的！什么？给我冲出来！赤炎神龙，跟我位上啊！轮到我出招了，双雄绝杀！你休想，小龙金刚！过分了，二对一，你胜之不武。这位少侠，你有剑气，我用双雄，只是见招拆招罢了，技不如人就指责对方，可没有君子风范哦。我不服，刚才是你耍无赖。好好好，算我错。但是你不觉得这样也很好玩吗？何必如此纠结输赢呢？好玩有什么用？我只想赢。你太注重结果，其实过程也很重要。刚才你不就领悟到了用剑气操控陀螺吗？少说废话，我们再比一次，这次我一定会赢你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跟我学，我就再跟你比试一次。学什么？你仔细听，感受陀螺产生的速度和力量。咦，居然有震动的手感，就好像练了好久的剑。感受到了吗？我们注入其中蓬勃的生命力量。现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稳准狠的发射出去。有意思，我来也。你也不过如此吗？八极拳，你以为同样的招数对我有用吗？去。这是什么？奥秘就是这个陀螺盘，只要我顺时针转动这个把手，陀螺盘中对应的黄色圈就会跟着转动，进入黄圈的陀螺就会加速或者改变位置，如果逆时针旋转把手，则会阻碍陀螺速度，甚至于让陀螺失去平衡。你不想试试吗？控制机关就是你面前的那个青色立柱。好机会，厉害呀，你竟然能想到这一招。出来吧，小龙金刚。赤炎神龙，你也上。
我不用你让我。我没有让你，看你玩得这么开心，我就知道你已经不在乎结果了。请上去吧，我师爷爷在上面等着呢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还是不上去了。为什么？和你玩过魔幻陀螺之后，我才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我决定回去重新修炼，在快乐中提高自己。等我能像你一样的时候，我会再回来找你师爷爷比试。你可别后悔啊。不后悔，和你玩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送我的笑龙金刚，我会像爱护我的佩剑一样爱护它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它的。那你下次来的时候，我陪你一起走上去，怎么样？不急，下次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比一场再上去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